你好，想弄点啥？咦，老板，你赶紧给我看看，我这次可要发大财了！发大财了！啊，你估计都没见过啊，这一个中国我估计都没几个。一个整个中国全国都没有，嗯，整个中国发啥大东五西千啊？年不一定有几个。这是啥东西啊？我看看，你离啥能外能保住嘞？川国玉玺。传国玉玺，嗯。我的天哪！传国玉玺。你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上来就说传国玉玺，这不学了油吗？这不就是川国玉玺吗？对呀、啊，而且那老头跟我说了，他家已经传有五六十代人了。哦，你是从老头手里买回来的？咦，这说来巧了，啊，一个老大爷，他说来进城给孩子看病，实在没办法了，缺手术费，然嗯，后才买的传家宝。他说了呀，这具体都得传五六十代。五六十代。对。那最起码得是明朝了，嗯，这我不太清楚，但是啊？我看这个古朴了呀，而且这个样式啊，那国君谁敢用龙啊？那是，啊，那一看带龙的，一般都是皇帝的宝印你猜猜他得要多少钱？啊！他才刚就要1万块钱，我一万块钱！当时啊，我激动的手都抖了，哦，你给他1万块钱买下来了，肯定不行啊！我要当时给他买，他肯定说不定涨价了。啊？我给他装着不懂的样子，我给他搞来搞去，啊？只有8000块钱给他拿下。8000块钱买回来的，嗯，传国玉玺。对，然后就请你帮我看看这上面的字儿，我也看不懂，看哪里抄的嘞？我感觉我得去大城市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啊，州、深圳，看是卖1个亿好还是2个亿好。卖，准备卖1个亿或者2个亿。对呀、啊，这传国我的玉天玺啊，哪！全中国能有几个？你8000块钱买回来的，准备卖1个亿、2个亿，那我这的没办法，被天！我捡住这超级大佬了，我都该挣这钱。就该发这个财。对呀、啊，这有我有文化。说句实话，那个传国玉玺，我是真没见过。哦，很谁少。不是很少的事儿？嗯，那这全国就一个呀。问题是，一个这不传是了一个。说搁古代的时候就已经下落不明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流落民你间没了听吗？说过呀？对呀、并且人家说那个传国玉玺啊，是用那个那时候说是和氏璧给做出来的，并且它这个好像还掉了一个角，你这上面也没有啊。嗯，你可能理解错啊，了，一个朝代一个。一个朝代一个，你想反想，正找不着他不得重做吗？那我不是玩这个的，我也不懂这个。再说我也没见过，但是整个看下来啊，你这个东西我感觉它不是老的呀。不是老了是啥意思？你看啊，嗯，咱也啥也不看，就这个龙珠。你看这个龙珠上面，这里面你看这是啥？这啥？小气泡啊。这气泡是啥？小气泡的话，那这就说明这个东西啊，嗯，它就不是玉呀、啊。你刚才不说了，传国玉玺是不对是？呀、啊，肯定玉得玺它玉。得是玉的呀。对呀、就是看这里面有小气泡，那就不是玉的呀。啊，哪有小气泡？这我个咋东看不出西来？我看着不是玻璃就是树脂，这啥意思啊？你直接说啥意思吧，我东听不西下是来。假的，你被骗了，这你和被那骗了8000块钱，假开的能玩值多笑少呢。钱？假的能值多少钱？估计到古玩市场上1、200块钱。1、200块钱？对呀，你传国玉玺，你说是就说弄出来就弄出来了，开玩笑呢？这都国宝。对呀、啊，我感觉都在国宝，我想着卖2个亿都抵这了。要是真的，你别说2个亿、3个亿，估计也能卖啊。问题是这假的，你看这龙怪多，一嗯，个龙、两个龙、三个龙、四个龙、五个龙。九五至尊，九五至尊，那嗯，九五至尊应该是9个龙啊，这咋5个龙啊？哦，东西不对，东西不对，你看仔细了，我我这看呀，仔细几个了，亿的东西啊，那这明显的不对，这上面就光看这一点小气泡就不对，只有是玻璃或者是树脂，嗯。把它给它倒出来的才会有气泡，有时候倒的时候它碰见空气了，嗯，才上面才会有气泡，玉里面怎么可能有气泡啊？这浅显的道理咱们得懂啊。是不是？那你你看说能不的能对，找那个老头一吧？假的，起，这是8000块钱没了吗？张先生，八千块钱肯定没了。你弄不中，弄不中，我得赶紧去找找他去，看他还有没有给那。行但行是行行。这，你好，想弄点啥？我想让你给我看一眼我这个宝贝。看宝贝。啊。哦，可以。我最近这段时间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看了不少宝贝了，你看了不少宝贝，都是家传的宝贝。他们真不能假不假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嗯，我这个，它确实是真的。真的，我看看。行，我上手看一下啊。可以。
我的天哪，皇上手谕，这哪来的呀？这来头可大了啊！天爷说了，俺那上上不知道人多少辈了啊，可是给宫里头当差来。宫里面当差的啊？太监？咦，你都管都知道个太监吗？哦，宫女是吧？上辈俺那祖宗能是女的吗？肯定得男的。那御前侍卫。哦，御前侍卫啊，那厉害了。嗯，这可是之前的正品的二品官啊、哦，二品官都是现在的咱那省级的级别嘞。啊、哦，跟那个省里面的当官的一个级别。哦，省长。那厉害，那厉害，那厉害。厉害，那你这皇上手谕。是啊。哇，你这厉害了！大清王朝乾隆盛世，哇，这厉害了。这传了得有几百年了、啊。那是，那是，你这是啥材质的呀？我这看着黑不隆咚的。天爷给我讲这皇上那个传谕旨传的那，这都是银的。银的，银的啊，银的，不对啊，小伙子啊，在我据我了解啊，一般不是皇帝传圣旨啥的，不得用金的吗？金的，对啊，这你都不懂了吧？啊，这你有点门外汉了吧？啊，金牌，前头还有两个字嘞。啊，金牌前面有俩啥字啊？免死。哦，免死，免死金牌。啊啊，知道了吧？人家金牌都是免死金牌。啊。这呢？这人家传谕旨嘞，人要如果玉帝有个啥指示了，然后直接叫这玉牌传给你。这小伙子越来越厉害了，你这故事讲的挺好。你看啊，你刚才是皇帝，现在变成玉帝了，那这又这都不是咱们人间的事儿了啊！这不是啊，小伙子，像这个东西啊，这来历太大了。你像我这小店，像我这小店，你也卖不上价钱呀，是吧？你不管是银的也好。金的也好，不管是皇帝传旨的用的也好，玉帝传旨的用的也好，咱这都没有那么多的现金买你这个，你让我看也是白搭。我觉得你应该去，比如说北京或者上海那些就是比较高档的地方，或者出国，哎，那给的价钱很高。像这种，你让我说少说，没个十亿八亿的能买吗？这哪有这？你看这保存的多好，你看这龙栩栩如生的，还皇上手谕，是不是？那是了，啊，肯定了。我觉得给个十亿八亿都嫌少，我觉得你这我这你别说你到我这儿啊，别说十亿八亿，你说十万八万我也没钱买啊，是不是？来，还装好装好，你知道吧？你得上更高级的地方让人家看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像这，我估计啊，像你搁到这一两百年之前啊，这一亮出来，疼都得跪了。那是了，见着圣旨，见着玉牌，等于见皇帝。哦，是吧？那是了。行，来收起来，好吧？那今天拿过来让你长长眼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这是第一次见。哦，哎，之前我说人家拿的都是宝贝宝贝的，那在你这个东西面前啊，那都是垃圾。对。确实，确实，确实，好，对，好好装起来，装起来啊！嗯，好的，再见。你好，老板。啊，你好，想弄点啥？我要你看看一个东西。啊，看一个东西。哇，这是一个金塔吗？金塔，对，金塔。老板，你这眼光中啊，眼光绝对中。你这从哪来的呀？从哪来的？啊，从家里来的。从家里面来的。这我跟你说，这个金塔啊，啊，至少传到我这一辈儿，至少得有三十辈儿往上，三十辈儿往上，三十辈儿往上了。你要按年龄来算的话，啊，起码1500年以上，1500年，啊，哇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金塔啊，嗯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有祖训，嗯，就说你穷到去要饭，嗯，都不能出手这个塔。啊，那你这今天让我看是？我这实在没办法了，这几年真穷了，真快要饭了啊！你这说话，我觉得讲故事，太有意思了啊！啊，这今天先生，你看看你看你给我能变现多少钱？能变现多少啊？要合适，我先看看吧。对，要合适的话，我都留着了啊。嗯，文昌塔，步步高升。
哇，这还是当官的用的吗？当官不当官，这我组长肯定有当官嘞。那是，你毕竟几十辈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咱这几辈没有当官。嗯。但是让我说啊，嗯，你看你刚才说这是金塔，金塔，这玩意儿是金塔。让我说，这不是金的，嗯、最多算是镀金。镀金它也是金的。对，啊。那镀金也是金的，这个老几辈传下来都说这是金塔，金塔。镀金你知道吧？镀金只是外表一层。那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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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绝对是里面还有一层。啊，里面也有一层。全部都是。哦，反正是你让我看，我可能是没有见过这么高档的东西，是吧？嗯。但是我看，哎，我看的话，反正应该是最多算是镀金，并且这是颗铜的。那不可。还有一个，从这个字儿啊，你看文昌塔还有步步高升，这个来看，这是现代的东西。这是后来刻嘞。啊，后来刻的。啊。你咋刻上去的？后来叫你刻嘞，就为了一个好意头嘛。咋刻嘞？就到你那金店里面让你用手工刻的看，嗯，那咱俩这又有那个啥了，又分歧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看的话，这是电脑刻制刻出来的，咱不是手工刻出来的。那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个是那可能就我看不明白，可能在上我因为我这小店是吧？嗯，见识有限，要不带到其他地方看看？那你感觉这价值多少？我觉得按你说的这个，嗯，它是无价的，那确定无价的。我估计你要给个3000万、5000万的都太少了，得多给点。我觉得，这我懂。你像这几千年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祖辈传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对。但是你要让我买的话啊，嗯，我也没有那么多钱。再一个，你要让我买，嗯，我觉得你花个80-80块钱，我能买。那对不对？你那乱不乱对，嗯，你往3000万、5000万，我同意。你这80%的那不可能。那没事，你再让其他的看看。主要传下来的东西，这开玩笑。那是不卖。行行行，不卖。好，行行行，好嘞。好，啊，再见。嗯。老先生，几个拿的啥这？这一看这怀里面装了有宝贝啊。哎呦，你看见了，我这宝贝放好多年了，你看。放好些年了。你看看。好，拿出来我看看。其他人我都不给他看。啊。他不识货。不识货。他不是个红玉米。咦。贵的很。咦。这是祖传的吗？金子的吗？那他看着外表，该看这是个金镜子吗？也都是含金量在90%，90%。你这搁哪弄嘞？你还说啥？那我不光跟你说，这事不光跟你说明啊。不光给我说明。给你说明了，咋弄？我先给你仔细瞅一瞅，看一下，中不中？嗯。先给你说一下这个镜子，这是仿古嘞。仿古的啥意思嘞？就是根据古代的这个形制去做嘞，但是现在嘞。并且这确实看着外边是镀金了，镀金了吗？外边镀金了，里头是金子，里头是金子就不值那么沉了。我现在盯着，虽然说有一点沉，但是金子如果是金子嘞，这比这沉的多。你再看看，仔细看看，里头还是金子，外边是金子。我不用看，我不用再看了，跟你说，啊，我不用再看了，这个东西。谁要是都我给我头灯杆用头压住，用头压住。发现哦，叫几个第一次叫你看，第一次叫我看，啊，首先这个东西确实做的还可以，但是这是几字嘞，懂不懂？是金子的吧？这不是金子嘞，不是金子嘞，都镀一层，就镀一层金子，你搁哪弄的？你说实话，我那不光跟你说啊，这你说你搁哪买的吧？反正我不偷人家的吧？那你那是嘞，你不能偷人家嘞，你是不是？哪能不对对不能跟我说。是金子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搁人家手里买嘞，能退了，尽量赶快给人家退了去。我确实是金，有金子没有吧？里头没有金子，外表点镀的金子，懂不懂？点镀，懂不懂？我心里啥味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多钱？多年买了，心里难受。我都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别乱买东西，你别看见个东西都是觉得是黄金嘞，你都想发财。
咱弄一次弄一次。好，你加点真好，白说了。先谢谢我，哎，别乱出手了，别乱买东西了，看看多了，看中三年那儿。好好，谢谢其他的人，我你们中啊，我想。好好好好好。你好，想得点啥？哎，我想让你给我看个东西，俺家的宝贝。你家的宝贝？啊。拿来我看看。哇，这是一个鼎啊。嗯，金鼎吗？金鼎，这是俺爸祖传的吗？不是，不是祖传的，不是祖传的。嗯，那你们家的宝贝？这是俺爸去日本了啊，你爸在日本古董店里啊买的，买回来的。嗯，那时候是花了好些年了，反正是啊，花了多少钱？好像是10万美金。10万美金。对。哦，这是咋回事？有什么？为什么要花10万美金买这个呀？当时古董店说了，嗯，这是秦始皇那时候，嗯，徐福用的鼎。徐福用的鼎。对，秦始皇徐福用的鼎。对呀、啊，那都时间长了，上千年了。那是啊，2000年了。啊啊，那时候秦始皇不是让徐福给他练不老仙丹吗？不老仙丹。然后徐福就到处找，嗯，他去东渡到日本，嗯，知道吧？把这个鼎遗留到日本了，对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。那比较厉害啊，那你这今天拿给我看是几个意思？我现在不是急需要用钱吗？对，我也找网上专家给我看了，嗯，然后他给我估价是500万，估价500万。但是呢，他拍卖时间比较长嘛，那是3个月以上。3个月以上啊，那我急用钱，我肯定不能等呀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又来找你了，找我啊，你3天之内给我凑够250万，250万，对，咱俩平半分。是不是？哦，你的意思这个鼎能值500万？对，现在250万，我给你先买走，然后到时候我卖了，另外250万是我赚的。对，是这意思吗？我说这个价值8000万，8000万、1000万的，反正都有可能。对。啊，你的最低那是500万。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你说你这大便宜，我捡的会不会太那个啥？万一能买多少，我就要我的250万。对不对？对，既然说好了，是不是？厉害。嗯，那这样我先看一看，行吧？因为我是对鼎也没太多了解，是吧？你不用看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圣，看见没有？圣啊，圣咋了？有什么典故吗？徐福啊，他不叫徐福，知道吧？他真名是叫徐福圣。哦，徐福圣，意思这个鼎就是他的。对，你看这上面都是全部都是圣，是的，我看这都是圣。嗯，厉害啊，厉害！哇。人家给你估500万，最低500万还是？嗯，因为我美元还是人民币啊？人民币。嗯，那行，我再仔细看一看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咱研究研究，好不好？不管成交不成交吧，是吧？嗯，行。你看这个是啥字？大明。玄德年制。嗯，我跟你说这咋回事啊？因为你说的年份时间长了，人家不相信，知道吧？嗯、这是在后期。哎呦，又加了，知道吧？哦，你别笑。哦，你看徐福用的鼎，然后上面它这个最下面啊，它一个落款落成大明宣德，大明宣德年制。落款是后加的啊，落款是后加的，嗯，那厉害。大明的是那鼎盛产都在春秋时期，是不是？从春秋时期到秦国嘛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说这个鼎是秦国是没有疑问的。嗯，是的，一点疑问都没有。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你看，250万呢，这太多了。能不能比如说便宜点或者啥呢？不能，少个零头啥的都算了。不能，一点都不能便宜。不能。这已经给你便宜一半了，你还想让你便宜？那这样，我这儿你看啊，你今天你这个顶你先拿走，我先给你问问，万一有人买这个了，哎，到时候有人出得起这么多钱了，我给你联系，行不行？3天之后都作废了，我就3天时间，对，行吧？对，我就等你3天。行，来收起来，这几百万的东西呢？好，再见啊！再见。